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家里面，把原来的那个老磅秤，把它改成电子的了，就是这一种特别特别的先进的，这个是我家里面的老磅秤。那么你把它掀开之后，你看它是这样的，它里面是这样的，看，里面有这种钩子。就是换了一个头，它从这个里面就勾住它了。你看这个里面前面能设数字，你现在，这个我开起来之后，这顶上是零。你看我现在上去。我上去之后，你看它前面也会显示数字，我后面也会显示数字。前面也在亮，后面也在亮。那么比如说我设置一个金额，10、6，如果我卖16块钱一斤的话。现在还能卖1926块钱，对，我清除之后，按照现在猪的行情来卖的话，猪现在8块钱一斤，那我设置16块钱，6.5，6.5，6.5。现在才只能卖795块钱，四舍五入，七百多块钱，不到8块钱。所以说这个秤也特别特别的好用。我们家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换了，每家每户都换了。换这一个的话，成卖价是400多块钱，也不知道是贵什么，特别特别的好用。